23:29。ゴーグルはめなかったからさ、全部顔に来たのよ。ゴーグルはめたらさ、すごい真っ白で見えないの。安全帽我扣好，你没有扣安全帽吗？在哪里？摸到了一片。好，让你看一下啊。我被阻拦了。一堆。一整排把我们挡住。刚好大家穿好的时间就会差不多。看一下他们怎么。扣式的，好，要扣式，就是这个叉腰的，它后面往上一扣，又前面两个一扣，它就扣好了，还是大家都一样？没有，它那个是咔咔的。对，这个人是站着穿。其实这样好像没几次啊。高三下之类的，拉拉拉，先戳进去，然后高三下，有两个。就滑下去就对了。对啊，真的。但是我怎么觉得刚刚在雪道的右边？什么
那雪道的右边。现在这样子滑下去，雪道左，那缆车的右边才是红线。那条缆车我们从来没有滑过，缆车的右边是绿线。跑下去。你要不要？不然明天就没这个天气耶。你滑下去一点，我帮你。你滑下去一点，我帮你。我问他，我帮你拍一张，等等。好，好，莫换你，你们俩要一起是不是？好，莫要独照吗？你过来。我下来啦，那你就要转过来。哦，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你有看我吗？有啊。你头要不要转过来一点？对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。好。好了。接我们已经接回来了。
接回来什么？嗯。嗯，好，走人吗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是哦，对啊，就是这条距离的话，哦，哦，那条就是看得到距离影子的，嗯，现在这个时间，嗯，你还要再拍照吗？要不要拍一张？要吗？要吗？不用吧。哦，哦，觉得明天就没这个好天啦。是啊。哎呀。那往上拍的哈，往上拍拍什么？背后都是雪。我帮你拍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五三，好，好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好。那我要下去啊。哦，这样子比较行。好，这样 会太近。还好啦。试着侧降。我就是侧降，左边放放，千万不能差。侧降，侧降。我在侧降啊。好。很好。好啦。好的。多拍几张，这里很好看。那你往前一点。往前。可以的，可以，哈哈哈，好，很好，好喽。怎样？好酸哦！
跳得好厉害啊！动不了。
条的，对，它一条一条很难站呢。刚那边啊，你不觉得刚那很难滑吗？好累啊，热死了。对啊，很难滑，膝盖很酸呢，我要回去休息。膝盖很酸，痛痛的。已经高过去了，接下来就轻松的回去吧。好，你带路。阿赖美华来了没？他不是在我们前面吗？哦，是哦，好。我不知道。哦，在那边，他在那边前面。好啊，我先跟你啊。你就很难跟，我很慢啊，你先啊。好，跟着你画大圆，马上就跟不到了。
好酸啊，很久很久。我膝盖好痛哦！好啦，努力加速吧。还要加速哦？没有，反正前面就直直走。好，走吧。这条路我们感觉走过。接下来都是绿线中的绿线。已经用不到力气了。前面还有人在推，努力的冲吧。
怎样？啊？好酸哦，我的脚。好热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好。哎、欸。老板，好。好，换我。来来。来一起。他要挡人吗？不要管人了、啊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中跟人就好了，其他人不用管。啊，他用人像才跟我这么远。那前面有四只手，拍得到吗？是这样。对啊，四只手这样。你要用人像哦。用人像爬走后面。好啊，那结果要走后面。人超多的。不然你也全进啊。一二三。他要连拍你，连拍连拍连拍。现在我要在更后面。哎呀，不，突然没有办法全身。哎呀，再后退啊，再后退啊，再后退啊！差了一点。哎，你要不要正常的，正常的来一张？哇，后面好多人哦，现在超多人的。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。哦。人好多哦。再过去。现在也可以切回去啊。切可以啊。4:14了，4:10了。所以我们滑完这趟就没了。我脚很痛。我们到几点？4:30。我膝盖很痛。我们的雪票，应该到4:00而已吧？还是不知道，滑下去才知道。我膝盖很痛。一逼逼不上去就没了。所以就从那切就对了。切不回去啊。我们旅馆在哪里啊？那个多老一点的，在那边。先不回去哦，尽量靠左，能往左就往左。嗯。直到看到箱型缆车为止。蛮远的。对啊，很远。因为中间隔了那个座椅，这里好像有一道，要切回去，切不回去。因为我们上次完全没有来这一块，真的，因为我们上次的都在那上面的绿线跟红线上课，然后这边的切法可能很多人切很难切，所以我们回程，因为我们这里只有上一天课，所
程就全都沿路回去了。你要躲前面啊！我也要一张。好啊，你就站那个位置。他好像戴帽子了。没有没有，你就站那里，因为后面有人，就戴帽子。好。他要敲，你要拍他敲。难敲吗？我觉得有点，还是我。我看。哦。没有办法敲。吵我！闪闪。我要敲吗？你说什么？我看一下现在到底在哪里。这样切得回去吗？我觉得我们稍高了切不回去。有一段距离哈，尽量尽量。脚很酸。今天你自己觉得够惊险吗？看你好害怕。膝盖很痛。你根本前面都没有塞进去。对啊，因为前面塞住了。好像好，我要踢掉，用踢的比较快。啊，好，硬切，一定要切回去。谁在我后面？小朋友。差着一个。
看不到。怎样？我不去，这不好去啊！前面到双雪梅再好啊。啊？谁啊？然后那些人这样走的，你看一堆人走路到左边，下面那一堆往左边走的，要走到绿色屋顶那里。要走的吗？要走的吗？那不然怎么办？你要干嘛？坐缆车坐哪里去？坐缆车的话可以滑到背后，背后的话就可以滑另外一边。你说去试试看我们能不能坐，万一我们不能坐怎么办？对啊，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坐。好，时间现在几点？四点不到吧？没有，四点快二十了。你要不查一下？如果有就坐啊，很累，走路很累。是要用走的，是不是？走一小段吗？
哦，坐雪橇、哦。哎呦，又歪了。哦，这就母汁汤了吗？哦，肩膀好痛。
我好累。很硬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抱着就好，抱着就好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关掉。